让我们一起来敬拜。耶和华我们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你将你的荣耀彰显于天。我们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并你所陈设的明亮星宿，我们只能称颂主啊，你真伟大，何等伟大。主啊，我神，我每逢举目观看你手所造一切奇妙大动，看见星宿，又听到隆隆雷声，你的大能遍满了宇宙中。我一歌唱赞美救主我神，你真伟大，何等伟大。我一歌唱赞美救主我神，你真伟大，何等伟大。我想到圣经愿摘他儿子将是舍命，我几乎不领会住在世家，甘愿被我的重担流血舍身，为要赦免我罪。我一个真伟大，何等伟大！我领歌唱赞美救主我神，你真伟大，何等伟大！当主再来，声响彻天空，何等喜乐，主接我回天家，我要跪下谦恭地崇拜敬奉，并要颂扬神啊，你真伟大。我一歌唱赞美救主神，你真伟大，何等伟大！我领歌唱赞美救主我神，你真伟大，何等伟大！我领歌唱赞美救主我神，你真伟大，何等伟大！我一歌唱赞美救主我神，你真伟大，何等伟大！全地都要来赞美你，我会我的嘴将称颂你。
水供养，你水改变我对你的爱永不变，生命都要来赞美你，我会
是属你的小羊，愿敬拜高举耶稣的小羊，一起同声说：阿门。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平安，今天又是主日啊，我们到神的面前来敬拜。我们现在献上一个感恩的心，我们请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谢谢你，谢谢你怜悯我们，开恩施恩于我们，让我们真是怀着一个饥渴慕义的心到你的面前来领受这生命的道。谢谢你再一次把属天的话语赐给我们，喂养我们，供应我们，让我们靠着你的话语重新得力，靠着你的话语能够继续的向着标杆直跑。谢谢主，你的恩典与我们同在。祷告感恩祈求，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有人说啊，
现代的人啊，有最华丽舒适的床铺却闹失眠，有最营养可口的食物竟要节食，有最快捷便利的交通却是旅途孤寂，有最隆重别致的婚礼却是双双分离，有最宽敞舒适的家居却时常吵架，有最完善全备的医疗却是得着绝症，有最今生丰富的学识仍然感觉空虚，有最先进精密的科技形成污染，有最精彩绝妙的娱乐人多忧郁，有最有福的真神引导却不感恩。现代的人呢，有许多许多的东西啊都是最好的，都是过去的时代的人他们所没有的，但是现代的人所失落的所失去的也是最多的啊，也是最大的。我常常在想，过去的帝王出门的时候啊，常常坐的是高头骏马，有时候是人家抬着轿子啊，抬着轿子来出门的。但是当风吹雨打太阳晒的那个时候呢，骑马也好坐轿也好总不如现在的人呢坐汽车要来得舒服。今天的汽车哪怕再差也要比当年的轿子比当年的坐马骑马要来得好，比较更有效率啊，比较能够节省时间节省精力啊。但是呢，我们今天活在这样的一个舒服啊的一个快乐的时代里面，我们仍然有一种什么失落的感觉啊，我们常常在失落徘徊的边缘啊，我们觉得左也不是右也不是啊，左也不对右也不对，常常有这种情况。那么我们可以看一节圣经，这是在路加福音啊第一章5-23节，路加福音第一章啊5-23节，奉主的名，这里说，当犹太王希律的时候，亚比亚班里有一个祭司，名叫撒加利亚，他妻子是亚伦的后人，名叫以利沙伯，他们二人在神面前都是义人，遵行主的一切诫命礼仪，没有可指摘的，只是没有孩子，因为以利沙伯不生育，两个人又年纪老迈了。撒加利亚按班次在神面前供祭司的职分，照祭司的规矩撤迁，得进主殿烧香。烧香的时候，众百姓在外面祷告，有主的使者站在香坛的右边向他显现，撒加利亚看见就惊慌害怕，天使对他说，撒加利亚不要害怕，因为你的祈祷已经被听见了，你的妻子以利沙伯要给你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约翰，你必欢喜快乐，有许多人因他出世也必喜乐，他在主面前将要伟大，淡酒浓酒都不喝，从母腹里就被圣灵充满了，他要使许多以色列人回转归于主他们的神，
他必有以利亚的心智能力行在主的前面，叫为父的心转向儿女，叫悖逆的人转从义人的智慧，又为主预备何用的百姓。撒加利亚对天使说，我凭着什么可知道这事呢？我已经老了，我的妻子也年纪老迈了。天使回答说，我是站在神面前的加百列，奉差而来对你说话，将这好信息报给你，到了时候这话必然应验，因为你不信，你必哑巴不能说话，直到这是成就的日子。百姓等候撒加利亚，诧异他许久在殿里，及至他出来不能和他们说话，他们就知道他在殿里见了异象，因为他只向他们打手势，竟成了哑巴。他供职的日子已满，就回家去了。接下来我们继续读路加福音第一章三十读五十七节到六十四节。五十七节，以利沙伯的产期到了，就生了一个儿子，邻里亲族听见主向他大施怜悯，就和他一同欢乐。到了第八日，他们来要给孩子行割礼，并要照他父亲的名字叫他撒加利亚。他母亲说，不可，要叫他约翰。他们说，你亲族中没有叫这名字的。他们就向他父亲打手势，问他要叫这孩子什么名字。他要了一块写字的板，就写上说，他的名字是约翰。他们便都稀奇。撒加利亚的口立时开了，舌头也舒展了，就说出话来称颂神。在今天的经文里面，我们看到撒加利亚这个人祭司，他的名字呢就是被耶和华纪念的意思。他的妻子以利沙伯，这个字名字的意思呢是神的誓言，神的誓言啊。他们这个小小的家庭，他们这对夫妻啊，你能够从他的名字上面就能够看出神的恩典是何等的浩大啊。一个是撒加利亚，这是一个家庭能被神纪念的人，他的太太以利沙伯怎么样呢？又有神的强而有力的话语誓言作为他的后盾。那么这个小小的家庭是何等的蒙神的恩典和祝福的人。所以呢，神就差遣天使加百列来做这件事。那么他做什么事呢？他是来送礼物的。那送什么样子的礼物呢？要送一个孩子给这一对蒙恩的夫妻啊。神吩咐天使要使这个家庭有孩子，而且这个孩子的名字还要取名叫约翰。那么约翰又是什么意思呢？那约翰就是神的礼物，神要把这个孩子当作礼物来赐给这个小小的家庭啊。那这是多么让令人兴奋的事情。可是在路加福音一章三十八节，撒加利亚对天使说话，他怎么说？他说，我凭着什么可以知道这事呢？我已经老了，我的妻子也年纪老迈了。他这边用凭这个字，凭据，凭就是凭据，凭就是依据。那么
他跟神要凭据，要依据，那是可以的。为什么？因为我们知道在四世纪里面啊，那基甸也跟神要凭据，对不对？他跟神说，在那个禾场上面啊，他要有一团羊毛，这一团羊毛是湿的，禾场的禾都这个啊都是干的，那么神就成全了，他要凭据，神给他。我们也知道呢，在亚伯拉罕的时候啊，在不是在列王记上啊，十八章里面讲到什么呢？啊，讲到这个以利亚，他在加密山上求雨，七次祷告，结果有什么啊？一小片云啊啊，从海上飘上了，海面飘上了啊。这一小片云是什么？就是凭据，所以要凭据是可以的。那么我们呢，知道。我们经常在生活当中，有时候的运动项目是打棒球，对不对？当我们打棒球的时候，那一个投手，他要把这个球投出去的那个时候，他心里很有把握。有什么把握？我这一个球投出去，一定能够投到那个捕手的啊，他的那个手套里面去。那么这个把握就是他的凭据啊。如果我们也祷告过了。啊，我们也跟神祈求过了啊，那么我们有没有那个把握神会啊在我们的祷告上面做事呢？如果你有那个把握，那就是你的凭据啊。那如果你没有那个把握又怎么办呢？没有那个把握，你也知道在哥罗西书三章十五节啊，哥罗西书三章十五节这里也讲了，讲了什么？又要叫基督的平安在你们心里做主，你们也要维持蒙召归为一体，却要存感谢的心。那么这里清清楚楚地说到什么？说到基督的平安，基督的平安能够在我们心里面做主张，这不是我们一般的环境上面的平安啊，也不是我们外在的那个处境上面的平安啊，也不是我们每个人心里所想象的那种的平安啊，那种平安在我们心里都做不了主的，只有基督的平安在我们的心里面，那才能够做主啊。那么这个基督的平安就是我们里面做主的凭据啊，你祷告有这个东西，有这个基督的平安，这就是你的凭据，你就知道这个祷告会不会蒙神的应许。那么路加福音一章啊第十八节这里啊说到，撒加利亚就对天使说，我凭着什么可知道这事呢啊。那么撒加利亚显然他没有察觉到啊，他犯了错误啊。你要知道加百列这个天使，他过去是站在神面前的，那现在他却站在你的人面前，那么这就是第一个凭据，天使显现在你面前，那就是一个凭据，这是第一个凭据，是吧？第二个呢，加百列传述神的话语，给他报的是好信息，告诉他的妻子以利沙伯会生一个儿子啊，这是第二个凭据。那这两个凭据还不够吗？那么撒加利亚他居然还糊里糊涂的还跟天使要凭据，那等于是要第三个凭据了，是吗？那今天我们基督徒呢也是这个样子啊，神啊，他明明把很多的凭据已经摆在我们的眼前啊，我们居然发现不出来，我们察觉不到神已经给了我们祷告应许的凭据啊。有一位姊妹，她是做生意的啊，她的生意做得非常的差啊，情况一直都不能好转，生活呢也不能够改善啊，但是呢她还是呢继续的在做这种生意。那教会的弟兄姊妹们呢，就用好言来相劝啊，告诉他你应该赶快的把你的生意做一个结束啊，那么你的生活情况就会好转，而且你的生活呢也能够改善下来。他总是硬着心啊，不肯听啊。他说他要为着他的生意啊，要竞争到最后一口气啊。
那么神借这么多弟兄姊妹们对他说话，这就是凭据啊。他不肯听，那么最后谁对他也帮不上忙。那么这个路加福音一章八节啊，撒加利亚这位祭司他说，我已经老了啊，我已经老了。他说这个我这个字啊，啊，这个我这个字啊，就是害他自己最深的人啊，这我就是自己的这个大仇敌。人若不倒空自己啊，让神进到我们的里面来掌管我们，支配我们，我们就没有路走啊，没有路走。这里撒加利亚说我已经老了，那意思就是说呢啊，如果我再年轻一点，如果我再年轻几年的话啊，或许我还有机会生儿子。我如果还能够强壮一些，情况啊，这个精力啊更充沛一点，或许我还能够期望生孩子。但是我们要回想一下，他有没有年轻过呢？有啊。那他有没有强壮过呢？他也强壮过呀，强壮过啊。但是他有没有孩子啊？没有啊。他也年轻过，他也强壮过，但是他并没有孩子啊。啊，可见他的问题不在于他过去年轻过没有，也不在于他过去强壮过没有啊，他的问题那么到底在哪里？那就像创世纪三十章第二节那里的事。创世纪三十章第二节那里有什么事啊？雅各向拿杰生气说，叫你不生育的是神，我岂能代替神向你做主呢？啊，从这一节经文里面，我们就可以明白，一对夫妻啊，一个家庭有没有孩子，主权不在自己，主权在神的手里呀。啊，当神他给我们怜悯施恩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得着啊。但是神没有施怜悯的时候，我们就不一定能靠自己的办法得着的啊。所以呢，我们要注意。那么撒加利亚他说什么？他说我已经老了。这个，那么你老了又，你年轻的时候都做不到的时候，你老了又如何呢？对不对？你老的时候还能胜得过年轻的时候吗？当然是胜不过的。所以这就是我们啊，平常啊，我们做人啊，有软弱的地方啊。我们在神面前，我们的祈求啊是有的，但是我们的祈求神呢、啊、是归祈求，那么我们的那个看法又归看法，这个看法跟祈求啊向来不是统一的，不是一致的，看到吗？啊，所以当天使呢啊他来到撒加利亚家里面报喜信的那个时候呢，你看到没有？撒加利亚不能把他的祈祷跟他的眼睛的看法统一，把它合并过来，你看到没有？他把它分开的，所以他才会说他自己老了啊。那么我们这一个败坏血气的身体，我们这个精力不足的身体，我们到底可能有什么作为？当然是不会有的啊。这就像这个撒加利亚这个老祭司啊，他当年想到自己的力不从心了、啊、无能为力，看到吗？啊，那么这是什么？这是他内在的老化啊，也是他心里面的老化。当他看到自己满头白发，当他看到自己满脸皱纹，当他看到自己行动迟缓的时候呢，他感觉到自己实实在在是老了啊，这是外在的老化，感觉到自己不行了。那么我们也是这样，我们无论是在事情上面也好，在心里面上面也好，在心情上面也好，常常看到自己内在的困难啊，以及外在的危机，常常叹着气说，哎，不行了，不行了。不错，我们是不行的。我们如果是肯把我们那个不行啊转换到我们的祷告里面去，在祷告的路上
我们就会有一条通天的路，我们在祷告的路上就会有一条可通的路啊，有一条可行的路。因为神他自己说过，神怎么说的？创世纪十八章十四节那里对亚伯拉罕说过，亚伯拉罕说什么？不，耶和华说什么？耶和华说啊，耶和华岂有难成的事吗？到了日期，明年这时候，我必回到你这里，撒拉必生一个儿子。看到没有？神给撒拉的应许啊，任何事情可以拦得到我们人，任何事情可以拦倒我们人，但是拦不倒神的，因为在神他没有难成的事。那个参管福音的事工啊，我们做了好多年，那其中也有不少人呢，他们都在美国要申请永久的居留，但是因为他们有种种不同的那个因素影响他们的这个申请审核的过程都要一段很长的时间来处理，然后他们还要上移民法庭接受法官的那一个裁决，然后在移民法庭上面对他们来说的是一个很紧张又充满了焦虑感的那个时刻在过去的年月里面呢，我陪同过三位不同的弟兄姊妹去移民法官法院见法官。当他们在法庭上面与移民法官对质的时候呢质问的时候呢，那么我就为他们默默的在祷告期望他们能够在神的眼前蒙恩。我在法院里面为什么为他们祷告，求神怜悯，让他们在神的眼前蒙恩呢？因为他们如果能够在神的眼前蒙恩了，他们就会在法官的面前怎么样通过，通过法官对他们的认可拘留能够使他们在美国居住下来。箴言二十一章第一节那里讲过王的心在耶和华手中好像龙沟的水随意流转，全能的神既然能够支配王的心他的心思意念，那么我们也知道神他同样的能够支配法官的心，在神的手中像龙沟的水随意流转，受神的支配，成全神在他弟兄姊妹们身上的旨意所以这三个弟兄姊妹的居留权我不认为是在法官的手里，我认为是在神的手里那么神如果点个头愿意让他们留在美国留下来，法官没有理由不让他们留下来，对吗？所以我为三个弟兄姊妹们求他们能够在神的眼前蒙恩，他们能够在神的眼前蒙恩，神就会让他们三个都在法官的眼前蒙恩，因此他们就能居留结果呢，我们就发现到一个事实，一个什么样子的事实呢那么他们这三位弟兄姊妹们先后在不同的时间日子里面跟法官见面的时候都在法官的认可之下有了美国居留的许可证，有了美国的居留权那么这就是我们在神面前要有一个信心因为神在他的话语上面是信实的，你肯相信神的话语，你肯把自己交托在神的手里面，你就相信神必然做奇妙又大又难的事那么路加福音一章十八节这里讲到，我的妻子年纪老迈了，也年纪老迈了，这是撒加利亚对天使讲到他妻子的事情。那么他妻子以利沙伯老迈，老迈这个字在原文的意思还有一个特别的意思，就是走到前面。
那么走到前面，年纪老迈是什么意思呢？那就是年纪走到很前面了。那么年纪走到很前面，就表示他是很老很老了，看到了吗？那么撒迦利亚看到自己那个啊老态龙钟的光景，这个撒迦利亚祭司他又看到他的太太啊这个老伴啊垂暮之年的景象，啊，他真是无可奈何。但是我们也知道，是人的生老病死啊，啊，那是神给我们人在自然里面的一个定律啊，受自然定律的支配，所以我们有生老病死。但是神他是神啊，是全能的，所以他也能够在自然律的当中行使超然的事啊，行使超然的事，像叫人从死里面复活啦，像叫断筋的人能够重新怀孕啦等等，这都是出乎神的恩典，那是超然的事啊，这个在我们人做不到，但是在神凡事都能。当神给某人特别的恩典的时候，那么这个恩典一定会突破自然律的规范啊。那么因为神他有他的主权能行作万事啊。那么在这个路加福音1:18里面呢，撒迦利亚他的问话，我凭着什么可知道这事呢？啊，如果他这句话是在天使向他显现之前讲的啊，他来求问神，那么他一点问题也没有啊。那因为天使也没有出现啊，他也没有看见天使，他也没有听见天使讲话。但是由于他现在是已经看见了天使显现，也已经听见了天使讲话，那他在这样问我凭着什么可以知道这事的时候呢，你就发现到他真的是在这个时候啊，思想上面不敏捷啊，啊，没有融会贯通在神面前的领受啊。这也说明了什么样呢？他这个事情也说明了今天我们信徒啊，啊，不要做一个不会听话的人，我们要能够听懂神对我们说的是什么话，我们还要能够做一个正确的反应，你要知道怎么样子来对神说话啊，怎么样做一个会说话的人。在圣经里面我们看到天使加百列明明是带着善意啊，一番好意啊，要传好信息给撒迦利亚的，那么撒迦利亚居然还会问这个问题啊。那么神在这里已经看出了他那个不信的心，看到没有啊？不信的心。我们要知道撒迦利亚他可不是平常的人呢，他是圣殿里面的祭司啊，啊，那么他在圣殿里面他是有侍奉的哦，啊，那么他的信心在这个时候居然看不见，对神的信心居然看不见啊！那么这个也值得我们来检讨啊！神要测验他一下，他就考一个不及格，看到没有？他就考一个不及格。那么我们今天的信心怎么样呢？啊，我们也要注意啊！如果我们信心不足，神也常常把那个祷告的凭据给我们看了，我们还是没有摸清楚方向，我们还常常会跟神在说什么，我凭着什么可以知道这事，就像撒迦利亚一样，那我们可真的是糊涂了啊！我们自己是真正的不行的，我们自己真正是不能的，因为我们是这种光景，所以才会去求问神嘛，是吗？那么我们才会去仰望神祷告神嘛。那么如果我们又愿意到神面前来祷告，但是呢我们也祈求了也祷告了，祷告的后面我们却是不信，你看问题就来了。那就像罗马书14:23说的，若有疑心而吃的就必有罪，因为他吃不是出于信心，凡不出于信心的都是罪，看到没有？
撒迦利亚不信是罪，同样的，今天我们信徒在神面前没有信心，对神不信，还是一样的是罪。罪，神借着天使加百列啊，判定撒迦利亚不信的罪。于是呢，路加福音一章二十节那里讲到啊，他就变哑不能说话啊。但是呢，这个不是他永远不能说话哟，不是永远不能说话，而是要直到这是成就的日子。那么这是成就的日子是指的什么样子的情况呢？那就是他孩子出世的日子啊，他才能够讲话。在孩子不能出世之前的十个月啊，他的太太怀孕期间啊，他一句话都讲不出来了，他判定要成哑巴，有口难言，讲不出话来，就是一个真正的哑巴。路加福音一章十九节，天使来到这个地方啊，撒迦利亚家里原来是报好信息的，现在却是好事多磨啊，成为美中不足了。现在摆在这个家庭里面有两件重大的事，两件重大的事呢，一则喜一则忧啊。啊，喜的是什么呢？妻子这个伊丽莎白就要怀孕了，以后会有后代。忧的是什么呢？忧的是撒迦利亚这个祭司啊，有口不能讲话了啊，他不能讲话，要成为哑巴，有十个月的光景啊。这里面也给我们讲出一个事实，什么样的事实呢？当我们信主的家庭里面啊，有喜乐的事情的时候，有顺利的事情的时候，也不一定你样样事情都是喜乐顺利的，你可能也有不顺畅的事情的时候，在那个时间里面同时发生哦，注意啊啊，这是可能的。你看撒迦利亚的例子，就是在同一个时间里面，一则喜一则忧，我们也是同样的会遇到这种光景的显现啊。那么但是我们也要知道，当我们过得最顺畅的时候，当我们万事啊都顺利的时候，我们要特别小心啊，特别小心什么？这也是我们灵性上面最大危机的时候啊啊，灵性上面最大危机的时候啊啊。那么我们在神面前的信心达到一个程度之后，做的最多的一件事情就是什么？就是顺服，知道吧？我们在神面前的信心达到一个程度之后，做的最多的就是顺服，知道啊。我们今天看到啊，无论是古今中外哪一个信心的伟人，到头来他最后做的不是顺服啊，都是顺服这两个字啊。只有在神面前完全的顺服，才能够完成神的旨意，才能够啊完成成就神在我们身上的托付啊。所以顺服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也知道，有的时候一个家庭孩子的功课非常的好啊，这个好的真的是很棒，不让父母亲操心的，那是非常可喜的事。可是偏偏孩子的父亲呢啊，工作上面不顺利啊啊，又要重新找工作，这又给家庭带来了忧虑，看到了吗？常常都会有啊很多的事情的。所以呢，我们从路加福音里面啊，我们就看到这样的一个情况啊。那么我们也知道撒迦利亚他在这个太太十个月怀胎当中啊，他真的是默默的谦卑的顺服的过他那个安安静静的那个日子啊啊，这是啥？这是那个撒迦利亚可爱的地方哦，可爱的地方哦。他在宁静的生活当中安静的学习顺服，学习等候神呐、啊，哎，这是可喜的现象啊。这个我们也需要像撒迦利亚这个祭司这样好好的来学习啊。我们
有我们的缺点，有我们的过失啊，我们都需要神的赦免啊。但是我们也需要能够在神的面前过敬虔的生活，安静地度我们的日子，这个是非常的重要。路加福音一章五十七节这里讲到，以利沙伯的产期到了啊，产期就是生产的时候，生孩子的时候到了。产期啊，这个产期是以利沙伯期待了他一生的年日的这个啊好日子啊啊，这个喜日的来临啊，他这一生一世啊啊，就是在这个晚年的时候才碰到的，才碰到的，那实在是令他高兴快乐的一个日子啊。可是，在另一方面呢，产期到了是吗？产期到了，也正表示了撒加利亚他的那个哑巴的刑期啊，十个月的哑巴刑期也该结束了，也该结束了啊，他也可以自由的讲话了啊。过去用手势啊打手语说话的那个光景啊，都要成为过去了啊，一切又有一个新的开始，看到了吗？啊。路加福音一章五十七节中说到，就生了一个儿子啊，就生了一个儿子，你就发现到神呐、啊，他怎么说就怎么成就，一点困难都没有，一点耽误也没有，到时就让他生孩子，照着神的应许成全啊。所以他就在这个时候啊，以利沙伯顺顺利利、平平安安的生下这个儿子来了啊。那么撒加利亚呢啊，得到一个新的男孩当然是高兴了，可是呢他喜在心头啊，还苦在嘴上啊，他这个时候还不能讲话呀，还是没有开口讲话呀，对不对啊？路加福音一章五十九节呢，这里说到了第八日，他们来要给孩子行割礼啊，是吧？这个以色列人的孩子啊，婴孩啊，都是男孩，都是在第八天来行割礼的，所以亲戚朋友都会过来了啊，都会过来了。那么在这个时候呢，路加福音一章六十四节这里又讲到了，讲到什么？讲到撒加利亚。这个时候才讲到撒加利亚怎么样呢？这个时候他的口啊啊，这个历史开了，舌头又斩了。为什么这个时候历史开了呢？因为啊，这个时候他能够把这个儿子约翰这个名字的字啊，先写在板子上面，让他们这些亲戚朋友看见，哦，你这个儿子要取什么名字啊？要取的名字叫做约翰啊，要取的名字叫约翰，哦，约翰就是神的礼物哦，哦，神的礼物现在送到了，是，神不但送了一件礼物给啊他，就是这个孩子，神同时还送了一件礼物给撒加利亚，让这个撒加利亚能够及时的开口说话。看到了吗？啊啊，这个，所以我们看到，好，这是两全其美呀、啊！啊，这是双喜临门啊！得了儿子，又能开口讲话，真是多高兴欢喜的事。那么我们在神面前呢，需要有一个什么心啊？需要有一个仰望等候的心，需要有一个忍耐的心啊！那么我们仰望神给我们恩典啊，仰望他的时候，成全恩典在我们的身上再出现啊！让我们如果肯这样做呢，那真的是很好啊！因为我们肯等候、肯仰望、肯交托啊，我们在敬虔的生活当中来等候神他应许的成就。路加福音一章六十四节啊啊，这里说就说出话来称颂神，看到了吗？撒加利亚他在一开口能够讲话的时候，他没有说什么，他没有说哎呀我真倒霉呀、啊，啊这么久我都不能讲话啊，现在可以开口讲话啊啊，他也没有说你看吧，十个月我憋了一肚子的话都没有说，现在我真是要讲一个痛快，也没有啊。相反的，撒加利亚从心坎里面怎么样啊，他就眉开眼笑，眉开眼笑啊啊，他怎么样啊，他就开始一开口就称颂神，看到没有，他就颂赞神啊，颂赞神的恩典，颂赞神的伟大
颂赞神应许的成就，看到没有？春颂这个字啊，在原文有感谢的意思，有赞美的意思啊。他不但在春颂的当中感谢，他也在春颂的当中赞美神啊。那么今天我们也知道，当今啊，全球大爆炸的冠状病毒，自从2020年，就是今年年初在美国蔓延以来啊，到现在已经有10000多人死亡在这个病例的里面。那么这种病毒最大的危害之处呢，就是当人在受到病毒感染之后，在还没有任何不舒服的症状出现之前，还没有任何的症状出现之前呢，就可以把这个病毒啊传染给那些健康的人。也就是说，不需要任何的痕迹，也不需要显明任何的破绽，这个病毒能够杀人于无形之间啊，能够杀人于无备之下。换句话说，也就是这种病毒杀人呢、是刀不见血的啊，它的手法是非常毒辣的一种病毒。那已经受到感染的人呢，当然需要尽力的去维护身体的健康，去寻求医疗啊。虽然目前还没有有效的防治的医疗办法，但是仍然需要什么？尽力而为，以期减少啊死亡的人数。那么没有受到病毒感染的人呢，那一定要知道勤于洗手，面戴口罩，保持距离，为着自己和亲戚和朋友的那个免于病毒的感染跟它的伤害。那么因为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得着能够免于病毒的感染跟伤害，我们就要为着这个缘故来感谢神，来感恩神的恩典啊。为什么呢？因为诗篇十六篇第二节讲到，我的心啊，你曾对耶和华说，你是我的主，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我们任何的好处都不在神以外。今天我们蒙神的保守，赐给我们健康，赐给我们平安，让我们能够健康的度日，让我们平安的度日，那么这都是神的保守，因为我们的好处都不在神他以外。好，我们请低头，我们祷告。亲爱的天父，谢谢你，今天我们在感恩节的期间，我们特别要在你的面前献上我们的感恩，因为我们知道你对我们实实在在给我们的都是超过的，超过我们所知所求所想的。我们也的的确确知道，我们在地上所有一切的好处，一切的这些的恩典啊，一切的得着啊，那在你来说，我们的好处都不在你以外，从来都没有在你以外我们得着其他的那些。我们都知道这都是本乎主啊你给我们的恩典。今天我们能够平安快乐健康的度日，我们要纪念我们的神，因为我们的神是全能的神，我们的神是垂听祷告的神，我们的神在你那里没有难成的事。你看顾我们弟兄姊妹们，因为我们弟兄姊妹们在你面前都是你的子民，都是你的儿女，都是你看顾像你自己眼中的同人。谢谢主，我们用祷告感恩的心再次献上我们对你的敬拜，对你的赞美，对你的歌颂。愿你悦纳这样祷告感恩祈求，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Thank you.